好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104年的早晨，我现在在武林农场。那一早呢，来迎接我的这个叫做黄脚虎头蜂。那黄脚虎头蜂它其实是台湾几种比较毒的虎头蜂里面具有攻击力，而且毒性也蛮强的。那今天早上我能让它乖乖停在我手上，请大家不要学，因为刚好今天早上很冷，所以呢冰天雪地的状态下，所有的都跟水有关的东西差不多都结冻了。那早上看它被卡在窗台上，我觉得它还活着，所以我就把它带出来。那带出来它的状态下，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脸上，哦，阳光很亮，就它晒了阳光以后慢慢在恢复中，所以现在可以大家看到它正在清理它的全身上下，因为回温了是应该好好梳理一下，然后要嗡嗡嗡去做工。虽然它不是蜜蜂，它是胡蜂，但是它也需要做一些它该做的事情。不管怎么说，用虎头蜂来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。